小雪又来做义工了，怎么样？今天感觉好吗？阿姨说她心跳有点快，我听听。 胸闷胸痛吗？目前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怎么还会心跳加快？也许他移植的这颗心脏认识你吧。好好休息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。 谢谢你啊，夏医生，不客气。是一个年轻的军人。什么？我说移植给我心脏的人，如果他还活着，可能跟我一样，看到你呀，也会心跳加速的。 阿姨，我能听听他的心跳吗？有一种姿态，让人莫名依赖。小雪，小雪，哎，小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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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。 让我听听你的心脏怎么说的。人多，你感到了。靠近却会徘徊，错过又会伤怀。少得可爱，真心纯白都无可取代。 缺少的陪伴，能否瞬间填满你的爱？